各位乡亲，大家好，再欢迎收看台早安新闻，这回来听新闻报新闻，看台吃早顿。咱今日的日子呢是二月二十八号，礼拜一，古历是正月二八。新闻开始，先来关心着报道台湾今日的天气。今日是二礼拜假期上尾一天，东北季风开始的减弱，第一时这日头出来啊，高温的持续来回升，所以各地感受拢比较较温暖。但是伫西半部、热南、上北，就要注意这气温变化会较大。一透早买大雾，所以伫开车的时阵，先特别小心。落雨部分只有沿方面东半部地区，也有北部的山区会落稍稍仔雨，其他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到以后，这空气品质啊，唔是伤过好，这是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的浓度会增加。所以伫个北部，也有云加南，也有即个高屏地区会来到感冒式提醒的等级。顶苗也有中部地区是普通的等级。看天气穿衫，详情就要注意看斟酌听。今日这衫裤安怎穿，上个舒适嘞？伫个北中南部的乡亲，拢会挂上嘴牙膜。这是要提醒顾好咱的呼吸道，因为今仔日空气品质真正无介好。穿插上也是建议长啊，套上一领薄外套。不过伫个南部，今仔日是有机会穿短啊，因为高温要来挑战30度。继续伫来关心详细温度数字。北部地区气温16度到27度，伫个家人有10%的降雨机会。桃竹苗地区气温是14度到25度，另外在中部地区气温14度到26度，今日是无降雨的几率。昆嘉南地区气温15度到26度，今日天气嘛真好，无降雨的机会。再来看到南部地区气温17度到29度，在恒春降雨机会有10%。东部地区气温是16度到26度，降雨几率嘛有10%。最后，伫外岛地区气温是10度到20度。拢讲这春天是囡仔面哦，因为一时冷一时热，伊这时阵呢，东北风也是搁在吹，但是西南风嘛要起来啊，所以这天气变化是非常的大，身体着真够受到风邪啦，也是湿气的影响。中医师提醒讲，会当随时来准备围巾保暖咱的颔颈啊。中昼早起床的时阵，也是中昼时，得爱加拍子来做运动。让身体出汗，就能帮助来排毒，体内湿气，提升免疫。趁有日头，气温升高，真侪人换灯啊，到户外运动。不过春天哪热哪寒，中医师表示，这时阵上惊影响身体健康。这几天突然又变成20几度，就感觉不太习惯。好像下礼拜又要变冷了，然后而且好像又要下雨了，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感冒，要注意一下保暖。我们的脖子这边，我们睡枕头的地方，中间这里呢是我们的风府穴，那旁边是风池，所以当你有寒气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呐、啊，你的头会很胀，甚至有时候会从头开始痛。那所以说，在重点部位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哎，我们可以戴一个小围巾呐、啊，或者是戴那个小帽帽啊。因为春天常常是中昼热，透早暗时较寒，日夜温差大，加上湿气变重，真容易造成人体免疫力下降。外面的来的那个水分呢，湿气很重，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关节有没有？就有时候就手啊、脚啊绷绷的，然后呢头啊比较会胀啊、紧啊，甚至有胸闷，那甚至呢排泄物会比较黏腻，那有时候会有这个皮肤呢会比较容易有这个痒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湿气呢，一般是我们的身体内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它没办法推动我们体内的水分，然后在当在局部堆积的时候，就容易在体内产生局部的湿气。所以要处理湿气的方式，一般是要提振我们身体的气跟阳的部分。那晒太阳它可以帮助提振我们身体的阳气哦。中医师表示，春天来，身体慢慢啊适应温暖的气候，会当做一寡轻度运动，脑瓜排出湿气，让身体更加健康。台新闻蔡佩英、简元吉台北报道。时间来到6:34，带你来看世界，也是要关心的，就是这俄罗斯也佮乌克兰之间的战事。随着西方国家这制裁力度是愈来愈大，即马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佮进一步下令，核武的部队要进入境界。这个消息出来，让美国也佮八大西洋公约组织呢，第一时间来批评讲，这个行为啊是非常的危险，嘛，让人无法度接受。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оэтому приказываю министру обороны и начальнику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еревести силы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режим, в особый режим нес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дежурства.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战争，着基本过核武的演习。在开战的当天嘛，警告，若是有其他国家来介入，带来什么款的后果，伊嘛唔敢确定。如今还佫下令核武的部队要进入境界状态。芬兰外交部长着警告讲，这可能普京是已经做好准备，要来动用核子武器。不过乌克兰当局是认为，这是要逼乌克兰投降的这个警告的做法。 但是不管怎讲，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坐下来参详，即马看起来是有这个机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总算是同意要和俄罗斯来举办会谈，相信在今仔日28号就要来进行。О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енко звернувся до мене, щоб українська та російська делегації зустрілись на річці Прип'ять. Підкреслю, без жодних умов. Скажу відверто, як завжди. Я не дуже вірю в результат цієї зустрічі, але нехай спробують. 会谈的地点是伫乌克兰，也佮有白俄罗斯的边境车诺比格离区附近。乌克兰情报文件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逐天是在烧掉新台币6500亿。若是讲这战事无赶紧拍完，真紧就会欠钱、欠武器，嘛传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非常的生气。 俩总讲伫四天内，地当将乌克兰拍落来。如今恐惊必须拢爱大家坐落来做伙参详。另外，乌克兰的情报还佫指出，伫过去一向含俄罗斯真密切的这白俄罗斯，伫台湾时间早暝11点左右，又佫向乌克兰投出了真侪粒会当配合这核武的伊斯坎德飞弹。 若是讲，即个伫今仔日要举办的这个核弹袂当顺利来进行，那安尼就又搁只会当靠制裁。本来对这个核武器的经济制裁，也就是将俄罗斯来踢出这 SWIFT 系统，即马又搁宣布另外一项的军事援助行动。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finance the purchase and delivery of weapons and other equipment to a country that is under attack. First, we are shutting down the EU airspace for Russians. 欧平宣布，除了提供武器以外呢，俄罗斯的飞行机是袂当降落、起飞，也是飞过欧平的领空，而且是真重视这个言论自由的欧平，嘛是头一届来封杀包括着今日俄罗斯等等的媒体，表示讲这是为着要防止替普京来讲白贼，为战争来辩护。 等来到国内，这透早玻璃仔咧关心的是疫情的发展哦。三天的连假，互人看了差一条，因为前几天这本土的个案拢是伫咧10例以下。想袂到昨安尼一睏啊，就增加加起来是16例，分布伫咧桃园，也有新北市，包括有10例是伫咧米迪幼儿园，然后延春一个到富林国小，这拢是伫咧桃园。另外，新北市有一个是进前这中介的群组。 又搁有人验出阳性确诊，另外4例是伫火锅店的员工团回到因的家庭当中，即马拢真积极伫做调查。另外，今仔日嘛有上新的一批疫苗来到货，这是今年第3批所采买莫德纳疫苗，总数是超过122,000剂，由华航 CI5245的班机来负责载送。第28号凌晨1:49已经来到桃园机场。 原本落地预计时间是昨暗时，不过因为伫安哥拉治机场作业有延误，才较晚到。指挥中心表示讲，这批疫苗有效的期限是到今年8月5号。环保署委托民间业者对全台湾11个海岸来进行调查，发现讲伫国内生产的这塑胶饮料罐啊罐啊。 上紧伫二十三天后，就变成是海洋废弃物。若是扣掉了送回过程，可能只需要2礼拜。形容讲这是海洋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非常的紧。这回总共抽样500个只件塑胶罐仔，对因的包装啊标签等等来做对照，包括着因的制作年份、生产地等等，发现 Made in China 是上界多。 再来是台湾制作的占了30%，大部分拢是伫即2-3年之间所生产。调查的结果显示，讲对制作、贩卖到蛋散
这段时间会当讲是非常的短，就进入到海洋，无外久就靠近伫海波上，所以嘛，呼吁各界呢应该加强这源头的检量，才会当真真正正来减少海洋废弃物的产生。刚才看到南投的日月潭，真侪人是趁着二二八的连假出游，但本来应该是拿绿色这水面出现乌麻麻一片，也佮有真歹片的臭味，和附近的居民非常的生气。因为对过年的时啊，就有人来检举，环保局嘛开发了，但是拢无效。附近开了真侪间的观光饭店嘛拢化冤枉，讲这垃圾水的源头唔是因所排放的，所以即马进一步也佮来对查。骑脚踏车欣赏日月潭风景真舒适，不过镜头跨过去，湖面哪会出现两种色水？大家骑脚踏车都不会注意到旁边。污染的发生，拢对无野目的所在开始。排放出来的废水全部都是黑色的。住附近的人靠气味来搜证，闻到臭味出来吸，就会看到乌乌漉漉的水。每天出门就是闻到臭味啊！年初开始大量排放废水出来啊，每天都有的。环保局过年期间也来验过，检查发现是饭店人客侪用水量增加，垃圾水排出去，内底有验出大肠杆菌。大肠杆菌超标，它其实并不足以导致潭水的这个颜色的状况。饭店该改善的地方，我们已经努力在做调整。业者修法也换掉较旧的设备，不过臭毛毛的污水也是逐天看得到。问题到底出伫底？相关单位努力调查，唔通让日月潭变恶海。台新闻南投综合报道。暖心俄亥俄要让我们的乡亲整天都充满着温暖，我们先来温暖一家人。这是在菲律宾一对少年夫妻，太太在一场的车祸以后，她的正病的脚回去，先生是在做三轮车的临时工，他们所赚的钱根本就不够拿这个医药费，所以生活出现了困难。在这个时候，主持人的出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除了是提供紧急医疗费用的补助，也还送上了一台三轮车。现在有了自己的生财工具，就不用再看人面色。太太在哭，先生也在那流下眼泪。你如果能生我，我不买呢，我不买呢。我不买呢，虽然我那个不会，不开心。严重的车祸让米克尔心情非常不安。我不想来，那么我来看不回来我。akala ko po habang buhay na po ako sa orto kasi isang buwan na po ako doon. Uy, pinitang ang katsuwe hiyoyong, gina si Zolabu Gengkyong at Tonglik. Para po sa mga anak ko, kaya ko po gustong-gusto pong makalakad. Para po sa ano nila, malapit na rin po silang mag-aral, yung anak ko pong panganay. So po talaga magaling na. Tsun jiao ising ay kautay, pwede hap di liyaw ka hokkin, Mikael men yung kwaya liya aw,靠煮食赚一点仔收入，希望将脚头有弯翘的问题处理好。在这同时，住在菲律宾分会嘛为因准备了赚食的工具。Gawa nga po ng walang alam buhay. Ina-extra ang walang buhay. Kasi wala pa po kasi yung nilalabasan na sidecar. Ngayon po, meron na po ang malalabasan. Lagi na po siya ilalabas. Ganyan na, maraming salamat po sa inyo sa tulong na binigay.做牛唔惊无犁通好拖，这一步踏出去是转变人生的开始。台新闻亚冠乔伊珍妮尔菲律宾报道。印尼当地人有一家八口灶呢，是做伙住伫十二平空间一个地下厝内面，安尼一住就超过二十年，时间一久，遮破遐破，落雨也阁会漏水。最后，当地宗教领袖是看袂落去，提报予租者来评估修理。一工伫两个月来完工，也阁为每一个人拢设计了适合的空间，即嘛是欢喜入厝。底下甲下边搭起来厝，桥下看会到的所在拢是一层高，厝顶还阁破几落空。这是真像一家伙啊八个人所住的底下厝，已经二十多年唔捌修正过，厝的结构嘛真危险。Satu gitu keduanya setelah rubuh saudara dikali mati ada yang ngasih genteng bekas lah istilahnya sama kayu-kayu bekas itu didirikan sampai seadanya waktu kemarin ini yang dibuka. 做粗工的真相，平常时也是帮人顾爱的工人，一工的收入只有四万的印尼盾，
大约台币80块左右。安尼个条件根本就无能力通好修理厝。后来透过庄仔内宗教领袖提拨予资助，加上金光集团伫个当个人个员工全力支持，厝个改造工程就此展开。Pun harus berlimpah-limpah, namanya saya sudah dibantukan, sudah diserahkan begini, namanya sudah menjadikan layak. Saya 1000-1000 kali saya terima kasih semuanya biar sehat walafiat semuanya. Ini perasaan saya pertama kali saya melihat dan merasakan langsung bahwa dana yang kita sampaikan ini, hasil yang kita sampaikan ini sangat bermanfaat dan berguna sangat besar buat Pak Cinsiang. Saya merasa sangat tersentuh juga.修建好的新厝，唔免搁再烦恼会漏水，毛充足的房间，予八个人住了真舒适。采光甲通风有真大的改善，全家人对新的生活充满希望。台新闻印尼综合报道。美国药监缓和伫个纽约大眼科医疗车嘛，重新来启动服务，前往布鲁克林的178小学来替学生检查视力。另外，伫长辈照顾方面呢，嘛来到安养院举办义诊，要替阿公阿妈打理门面。沟通心目中头毛的长度，这一届的剃头已经等待真久了。Maybe in 3 months, maybe more. They've been going out getting haircuts themselves. You know, they were locked in here. Now things are opening up, so at least things are opening, and now They're feeling alive again. You can look at the young man. Honey, huh? 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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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为儿童检查视力，无论是新配的目镜，还是旧的换新的，现场取镜。I had a pink one with glitter, but it broke. So I hope I get new ones. 我们希望能够，不只是在学校，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社区的服务，还有这个 homeless shelter。在老人中心或者是在教堂这部分的地方呢，能够做一些眼科的服务。民众缩小活动范围的防疫生活，组织巡回社区服务，成为常态目标。台新闻邱品豪、刘家天，美国报道。云林县政府和斗六组织病院来合作，举办了第一场整合性的社区健康体检，邀请民众到病院来享受一条龙的健检服务。免阁再伫个病院内面四界走总是相当的大心。那我用大的，从大的开始，好不好？透早，斗六组织病院全体总动员，迎接第一场整合性的社区健康体检。咱这边是呐，百货公司同款哦，入来中包，有一个系统性的，哦，而且阁有追踪，不管是抽血、验尿、X 光啊，或是乳房摄影啊等等哦，都能够。一次就把它筛检完。如果若家己来病院做健康检查，都爱够科学走来走去。但是即届一条龙的方式服务，一届就好。逐项拢有人甲你指导，真正有够方便。保持健康，卖拖累人，就是互囡仔上大幸福。为了养成云林地区民众定期健康检查的好习惯，云林县府甲斗六组织病院配合，将社区民众带入来病院。等待的同时，阁会当吸收健康的观念，让健康检查的民众一直学到真大心。台新闻余景生、张如龙，欢迎报道。2001年是第一间资助大幼儿园的成立，如今行过了20冬，全台5间幼儿园是做伙举办感恩大会。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减少了群组，采取网络连线，有真侪毕业的校友嘛纷纷来送上祝福。祝你生日快乐！大幼儿园庆祝20岁，当着疫情解封直播。跟我们一起！
亲自伫厝东部看直播，转台五间大爱幼儿园嘛靠连线同乐感恩会。有台南的大爱幼儿园学生拍拳，也佮高雄大班的囡仔讲过。三年的春风化雾，成长大汉。是有点很假。好不好玩？还是很难。有一点难，可是好玩。他很内向，所以都不太来这边的话，他就会变得比较会融入。我觉得哇，怎么展演的比我们的大朋友还要好？他们也看到孩子的潜力无穷。毕业的好友，也够未少人回归职业体。将近20年的时间，其实很多的东西是我觉得需要被传递出去，需要被保留下来的。其实这也是现在自己在努力的地方。我要感谢大爱幼儿园给我一个那么良好又舒适的学习环境。很小很小的孩子，然后现在已经茁壮了，然后我们希望在还有一个第二个20年。大家庭来的有小朋友，他们这样的活泼可爱，然后真诚，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以爱培养人文，嘛替囡仔留了一个未来。台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上早成立的台幼儿园呢，这地点是伫台南，一切拢爱真感恩有庄圣思基叔来管土地，促成了这份姻缘。上年嘛，希望品德教育伫爱自细汉开始，所以伫个台幼儿园上该注重的，就是人格，也佮生活教育。希望大汉以后会当做一个有礼貌、有品德的国家人才。庄老居士的缘故，他捐出了一块地，让我们可以在台南建设敬师堂。这台湾全省哦，上好的品质的幼儿园，会使讲论质无论量的对啦。他只有一个条件，是希望，这是他师姐经营了20几年的幼儿园，他希望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从开始规划建筑物，不管是软体硬体，逐步大家跟同仁一起规划出来。我们的宗旨是生活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人心的安定，是要从静。怎么静？你要有静教。这个静教里面环境，因为一走进来那个环境，孩子的心就会定。大林医院看到我们台南幼儿园教出来的孩子，非常非常的落实上人的生活教育，他邀请我们可不可以去协助幼儿园的成立。实际人文看不见，唯有是在孩子的身上展现，让他们来了园所，真的能够知书达理。我们花莲变成是第三家成立的幼儿园了，可是说真的，托婴中心才是我们的第一家。早期是一个很家庭式的空间，因缘巧合，台北的师姐愿意扛起责任，既懂得要照顾幼儿，又要懂得照顾2岁以下的小 baby。你有没有看到它要长出来了耶？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叶子的声音呢？妈妈说飞吧。高雄大爱幼儿园第15年了。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使命，希望我们大爱的教育理念是被看见的。我们要把3年的教案变成集结成20页的方案，每一个人都要有他的良能。看这囡仔耍得好爽快啊！这囡仔带来真好，你知无？伊后摆会知影讲啊，安怎用呢？如何把长者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孩子，把孩子的童真可以从长者身上学到？生活当中的学习，孩子是我们最佳的楷模跟榜样。如果孩子能够去影响家长，家长再影响他的父母，大家都能够集聚团结，就像萤火虫一样微小的光，每一个人都发光发亮，他还是可以造成一片很光亮的大地。感动的是这份精神，感动的是守护的园所那份爱，真的。
有你们真好。在新北市金山有一个一人环保站，这讲的就是志工简国松，因为伊总是一个人开着环保车，在阳明山顶关是四界说，而且拢是直接在餐厅一个自助餐店边啊，就来做起了分类。问伊讲，这一个人做敢袂无聊？伊讲做环保是兼运动，不止守护着地球，也搁赚着了健康。等下我来煮者。爱心啦，咧，两个，嘿，爱心啊，包肉片啊，烟肠啊，拢好。谢谢谢谢，蜜豆粉。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谢谢谢谢。参加安尼一工就了后面200拢无咩啊，后来订就出门了，有十几点钟去，有些妈妈转来无老饼，四五十个，因为阮伊也真早就叫我。现在个家伙啊，拢也拢懂，因囝因孙拢也拢懂。爱有一丝仔回馈的心啦、啊。现在两公阿无来了，乱七八糟啊。爱心啊，啥话个你拢话，迄落什么菜啦、乌龟、乌龟啦，贵个，花花多会，哎呀，无笑个。你好哎，考虑了，唔通讲差嘞。伊上大夜班吼，真忝，遮爱较轻嘞，袂使讲差嘞嘛。袂啊，做甲袂当去啊，我就无聊。爱念佛陀啊，六日弘明也是要念观世音菩萨，拢会使，阿弥陀佛拢嘛会使。啊，这些组织这项是还是大家拢真赞同啦。哦，赞！哦，那真师兄是真个赞。愈做愈健康啦，愈做愈快乐。咱嘛爱一种敢若感恩的心来做，来敢若讲过这天地运啦。从嫦娥奔月到阿姆斯壮登月，再到一些研究团队都曾经登过月球，其实这个人类对于外太空的探索、其实真的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好，我们来欢迎下一阶段的主播明君。明君早安。好，盛文早，还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机会登陆月球哦，但是我摸过地球，摸过月球哈、哦。因为3年前就是跟家人一起去美国旅游，然后去华盛顿。那边有一个太空中心，里面就有一个月球带回来的一个小小切片，那是让大家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去摸摸看的，所以可以亲自去体验摸过月球。所以在亲自体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对，很特别，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如果在台湾，可能我们只能到科教馆啦、啊，或者是一些看看图片。对对对，看看图片或是一些模型等等。不过可以实际的亲自体验到，这个感觉真的相当的特别哦。好，在接下来的国语新闻，还有更重要的新闻焦点，要关注的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明君。
好，盛文继续关心乌克兰的战火。随着西方国家制裁力道越来越大，俄罗斯的总统普廷下令俄军核武部队警戒战备。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时间谴责，而在此同时，俄乌会谈出现了曙光，可能今天就会登场。白色雪地被鲜血染红，乌克兰居民力抗俄罗斯入侵，战事紧绷之际，和谈也出现曙光。О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енко звернувся до мене, щоб українська та російська делегації зустрілись на річці Прип'ять. Підкреслю, без жодних умов. Скажу відверто, як завжди, я не дуже вірю в результат цієї зустрічі, але нехай спробують. 一直认为白俄罗斯是莫斯科当局附庸，拒绝在白俄境内和谈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俄方下达最后通牒，终于同意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车诺比隔离区附近举行，最快当地时间28号登场。乌克兰情报文件显示，俄罗斯入侵每日耗费约新台币6500亿元，俄罗斯很快将会缺钱、缺武器，而且还首度承认俄军有伤亡。俄罗斯总统普廷一度震怒，以为可以在4天内搞定这场战争，如今恐怕必须要试着走和谈这条路。不过，战争与和平正在拔河。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оэтому приказываю министру обороны и начальнику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еревести силы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режим, в особый режим нес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дежурства. 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时间予以谴责，说这个举动危险，令人无法接受。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出手越来越重，从所谓核武级经济制裁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现在还宣布另一项破天荒的军事援助行动。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finance the purchase and delivery of weapons and other equipment to a country that is under attack. First, we are shutting down the EU airspace for Russians.俄罗斯的飞机将不能降落、起飞或飞越欧盟领土，而且高度重视言论自由的欧盟也史无前例封杀包括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媒体，表示这是为了防止帮普廷说谎、为战争辩护。战火无情，乌克兰当局表示已经向海洋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俄罗斯停止入侵，同时也担心人道危机急速恶化。As for humanitarian situation overall, currently expected number.Of displaced Ukrainians is over 7 million people. And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f this war of aggression continues, they will find themselves in urgent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乌克兰邻国纷纷伸出援手接收难民，欧盟也在考虑为乌克兰难民设立安置制度。大爱新闻李芳编译。乌克兰战火今天第五天，首都基辅挡下了攻势。俄罗斯军队转向攻击东北第二大城，而至于国际间挺乌克兰的力道越来越大，联合国安理会更召开了1950年以来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将入侵行为交付193个成员国来表决。Сегодня все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 был отдан приказ о развитии наступлен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ланом проведения операции. Світ побачив, українці сильні, українці могутні, українці сміливі, українці на своїй рідній землі і нікому ніколи її не віддадуть, ніколи не зрадять. 俄乌战事第四天，俄罗斯四面八方狂轰猛炸，进度却不如预期，没能拿下基辅，转而包围东南部城市，并再度对第二大城发动攻击。The Russians have vastly, I think,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personnel they were going to need. And then, quite frankly, the other aspect of this that I think the entire world is watching with amazement is the willingnes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to defend their homeland and to do it well. 乌克兰军方顽强抵抗，北部一座城市甚至有民众肉身包围坦克。专家分析，前线俄军弹药有限，制裁生效后更难补给，再拖个7天。恐怕不愿意也得上谈判桌。
相较之下，乌克兰的补给则是源源不绝。Auszustatten. Deutschland hat über 4000 Stinger-Raketen, das wissen wir und deswegen, das wäre an der Zeit, auch dem Beispiel von den Niederlanden zu folgen. Auch die Niederlande haben lange Zeit. 继荷兰提供200枚防空飞弹后，向来以历史考量拒绝提供致命性武器的德国，也承诺提供1500枚陆空重型炮弹，而改变心意的还不只是德国。We are already providing significant support in terms of non-lethal aid, but I've just spoken with the Defence Minister and we'll be seeking to provide whatever support we can for lethal aid through our NATO partners. 其他物资方面，美国再度加码提供6亿美元金元，其中近半用在军事以外用途。尽管立场亲近俄罗斯，亚塞拜兰也表态支援。Президент Азербайджану, з яким я проговорив, що нашій країні не вистачає нафти, не вистачає нафтопродуктів, все непросто, але тепер все буде. 镜头往北转，就算俄罗斯当局大力打压，反战情绪持续集结，从街头转移到线上。反对战争标签成了推特最热门趋势，被誉为奇谈巨无霸的俄国大师更是高分被批评。He's in powe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o that's why I suggest, strongly suggest that you stop using word president. He's a dictator. 挺乌克兰俨然成为全球浪潮，联合国安理会规划罕见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要将入侵行为交付193个成员国表决，对俄方施加政治压力，预计最快28号就可以举行。大爱新闻邱凯文编译。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大范围的停水，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排队买水，或是凿井使用地下水，生活过得胆战心惊。Разве ж можна так на мирних людей? Да що ж ми? Кому ми що зробили? Це уроди, уроди. Ой, Господи, коли ж ц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Дамен, 弹痕累累，家园千疮百孔。乌克兰东部最前线顿内茨克，人民的惊恐无所不在。Это же ты понимаешь, это на нас все стреляли.Я до сих пор меня все телепает. Это кошмар какой-то. 就连幼儿园也遭到炮弹击中，不再笑声回荡。武装势力盘踞顿内茨克，大范围断水，居民强忍恐惧上街买水。还有人自力救济，凿出简易水井，取用水质不明的地下水。На что надеемся, заберем, наверное, всю Украину к себе, в Россию. Будем уходить только туда. 战争让家成了不安宁之地，老百姓何处安身立命？大爱新闻刘芳编译。已经有200,000乌克兰人逃往邻国，包括了波兰、斯洛伐克还有罗马尼亚，高达150,000逃到波兰。波兰原本就有上百万乌克兰人定居，现在准备再接受100,000人。紧紧抱着孩子，分隔两地的煎熬终于画下句点，努力抚平的情绪却在和他相见时全面溃堤。因为政府的征兵令，男孩的父亲在匈牙利边境被拦下，只能把太太的手机号码连同一对儿女托付给陌生人。被赋予重责大任的这位母亲，自己的两个成年儿子也都必须留守家园。战火无情，只要能够一家团聚，就算得徒步跋涉几十公里，也不却步。Yes, my husband and for another side waiting for between us, it's 27 kilometers. 这里是乌克兰西北小镇舍吉尼，越过检查站就是波兰。不少人筋疲力尽，就地躺下休息。短短三天涌入150,000难民，上百万乌克兰人定居的波兰，原本就拥有欧盟地区最大的乌克兰社群。急难当前，政府广设临时收容中心，民间的应援物资也不断涌入。同样的温暖场景也出现在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Non ci esiste in permanenza ambulanza che si duca casurile medicale che trespital.Deci, cu Ministerul Sănătății s-a discutat, partea de urgență oricum se asigură și dacă e nevoie și de intervenții în spital se pot rezolva.
permanent în punct aici există un reprezentant al Direcției de Sănătate. Budeme schopní priamo na hranici poskytnúť tento status dočasného útočiska s, ešte raz hovorím, s pracovným povolením, so zdravotným poistením a s nárokom na dávky hmotnej núzy. BBC 统计，短短数天内，光是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就有至少200,000乌克兰难民涌入。随着战事发展，人数或将攀升至100,000到500,000。一旦返乡无望，他们需要的将是身份认证、居住、教育、医疗等长期配套措施。但就连喊出愿意接收百万难民的波兰，在2021年的前9个月当中，也只接纳了5200个难民。能力和善意的落差，需要欧盟各国合作消弭，才能避免上一波难民潮中位居前线的意大利和希腊所面临的人道困境。大爱新闻综合编译。乌克兰战火，行政院盘点民生物资、工业物料、金融市场和能源等四大面向，力求价格稳定。但是油价今天第三度调涨，7年来新高。午后天气好，加油车辆一台接一台，瞬间塞满加油站。他们打仗，所以觉得会应该会涨，所以就赶快来加。对对对。所以你一次都加多少？我这次把它加满。受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军事行动影响，国际油价上涨。28号凌晨，中油调涨后，汽柴油涨幅各增加0.5元和0.4元，而这还是启动油价平稳措施后的价格。随着这波油价升高，成了2月来第三涨，连925铅也飙破30元，柴油28.3元，原本应该各涨1.2元和2.2元，会压低这么多，主要是中央启动亚洲邻国最低价调整上限，以及油价平稳措施双环涨机制。如果955铅汽油来到30块的话，那我们中油公司会替消费者吸收25%，来到了32.5块。吸收50%，超过35块每公升的话，合计起来替消费者吸收75%。那会不会担心啊？又一直在涨？啊，不担心了，因为上上下下嘛。因应乌俄情势，国际每桶油价逼近100美元，不论战事持续多久，未来都要做好高油价的心理准备。能源局就是以我们全国，也包含政府也有储备一些存量啊，那总加起来大概够国内使用大概超过140天。所以以量的部分大家可以放心了。那对我国来讲，俄罗斯的能源尤其是石油方面几乎是完全没有进口到台湾来，所以我们受到的影响是非常的小。台湾的天然气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东跟东南亚。那经济部也已经对外宣布所谓的平稳措施，针对我们的石油还有液化气，那当然都会实施冻厂的部分。液化天然气和桶装瓦斯价格，经济部喊话维持不调涨，加上采购多元，对现钱冲击都在可控范围。带新闻消息解询好，台北报道。新冠疫情方面，昨天一口气增加了本土16例，集中在桃园和新北。新北火锅店案再增加一位店员确诊，而桃园又有一间幼儿园爆发了群聚。面积清消，消灭暗藏角落病毒。桃园观音米迪幼儿园发生群聚案，出现首例后扩大裁减287人，结果在10人阳性，扩及3个家庭。有一个家庭有6人确诊，另2个家庭各2人确诊。那CT值介于21.2到26.2之间，
那年龄有六个未满十岁，一位十几岁，还有三位三十几岁。其中两个家庭群聚都延烧到小学，分别是富林和观音国小，更有老师因此验出阳性。桃园市府马上针对学校还有确诊父母的职场大规模狂列。以我上次在这个加贝尔幼儿园的经验，这个家庭跟职场可能有第二波、第三波的感染，因此必须要提早做这个居家隔离。那所以数字上算起来会比较多一点，会超过1000个人居家隔离。两天内发展得很快，那整体上大概在幼儿园可能因为久了已经疏忽了，那有一点点症状，我想在这里呼吁，那幼儿园有症状的话就不要到学校，不要到幼儿园，那赶快采检。再爆群聚，让连续8天新增个位数的本土记录失守。27号，除了桃园有11例，新北也增加5例，1例属于宗教群聚，期满采检阴转阳，另外则和火锅店案有关。20529是火锅店的员工，那为昨日公布案20456的同事，经采检出验出阳性，另外他的同住家人3人，包括父母跟妹妹，一接采检验出阳性。疫情起伏不定，这两案件又来源不明，紧接着3月还将陆续松绑防疫措施，民众千万别松懈自我防护，才有望顺利走回日常。台新闻林婷、梁家明台北报道。继续是大爱观点，新竹县市是否合并升格引发了讨论，其实彰化县也有资格升级，地方政府争取升级就是希望有更多经费，但是直辖市并非越多越好，应该思考如何有效的分配财源。为了能够促成朝野加速修法，让大新竹合并升格，我决定不会参选。现行地方制度法第4条，人口达125万，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都会区域发展有特殊需要，可以升格为直辖市。新竹市才45万人，新竹县57万，加总102万，并没有达标。因此，执政党提出修法，想把“且”改成“或”，只要符合后面这一项就可以。但是门框一拆，也就意味着没有里外之分，随之而来的争论挡不住。条件最好的是彰化，我们不用修法，人口数也够，彰化人无比咱较细汉了。我觉得就是一团乱啊，就是那其实现在能升格的全部都升了，那剩下的呢？金门县的杨县长他给我提到说，我们这个金门县现在有14万人了，但要改制啊。为什么？你说我不重要吗？升格的好处，讲白就是为了钱。中央统筹分配款61.76%给直辖市，目前总共6都，而地方县市有16个，加起来才分到24%。如果能加入直辖市大联盟，谁愿意留在小的这一块？对于这些农业县市，我们要怎么去补？那因为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法就是长成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县呢，它的整个收入啊，就是住有财源啊，花薪水都花不出来。升格直辖市不该是未来发展的唯一指望。饼这么大吧，你还不要扩大，那就要扁下来嘛。所以大家都穷嘛，不宜啊，有太多的直辖市。财政收支划分法它的合理性拿出来重新检视之后，升格或许已经变成不重要。南北双峰，中部呢崛起，东部呢建设，离岛呢发展，现在是有这样一个构想，但是你要在法制上啊，在制度面啊去配套嘛。慈济基金会举办花莲县市杯 Pagamo， 玉里镇的大宇国小不只拿下了第一名，更南瓜了3席前10名的好成绩。正式开始哦，甘蔗泡泡，保护地球。
为环保防灾而举办的电竞比赛，对花莲人来说意义深刻。因为我们处于欧亚菲律宾板块之间，所以灾害多，地震多。那刚好又在台湾的东部，所以每逢汛期期间，台风一来，每次都是首当其冲。请输入你现在的座位号。来自全花莲44所国小137位杰出好手聚精会神展开竞赛，是游戏更是教育，可以让这个新世代的孩子们他们体验这个线上游戏跟知识、环保知识、防灾知识的结合。我们的冠军呢是大宇国小的林月环同学。位于花莲南区偏乡的大宇国小，全校不到50个学生，却拿下全县第一，展现大将之风。学到一些水资源啊，然后防灾的，还有疫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我们一起去讨论怎么样用更好的战术，或是怎么样用更好的方法去面对这样子的比赛。如果老师也不会的话，我们就会跟老师一起上网去找答案。有很多议题都是生活中常见的，那我们也会去看一些新闻上面的报道，寻找正确的答案。求知的热情互相感染，翻转教学模式。有这样的国际赛，能够跟他们一起变成战友、盟友的这种感觉，很棒，很好。我年轻了十几岁。主动学习，关心环境，让更多人成为环保尖兵。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玉莲、叶朝庆，花莲报道。槟城慈济洗肾中心3楼的空间调整为长照中心启用，而至于肾友们也重拾社交生活。根据预测是2030年。我们的老年人会达到10%-15%左右，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去准备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大马因应人口的逐渐老化，槟城慈济洗肾中心在原有的空间内加设长照服务，启用这一天众人拜金给予祝福。洗肾的病患他一个星期洗肾3次，他早一点来2个小时、3个小时，他就有机会一个星期做运动3次。有一些老人因为家里的不方便，厕所的太小或者是一些障碍物，所以他们洗澡的次数是非常少，那他们来到这边他们也可以沐浴冲凉。有些肾友排在下午透析，但他们提前到达，志工也陪伴他们下棋、玩游戏，轻松度过等待洗肾的时光。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给他更贴切的一个陪伴和一个关心。我在这里很少说话的，你来这边也话比较多，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去工作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家，所以我很喜欢来这里，喜欢玩什么就可以去玩哦，而且就可以谈天。长照中心设立后，长者有机会多社交，重拾笑脸，让晚年的生活依旧多姿多彩。大爱新闻彭敬贤、刘志约，马来西亚报道。今天是228连假最后一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东半部还有北部山区有短暂雨。而空气品质方面，西半部扩散条件差，午后北部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而北部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空品是橘色提醒，要请您特别注意。感恩与您共度美好时光，祝福您暖暖一整天。我是林明君，我们再会。